大家好啊，我是汪六，今日同大家玩呢一套超人化光弹 SP 啊。咁今次呢套超人化光弹 SP 咧就六种嘅，分别系台面上面嘅 A 级吉田嘅死光 pose、A 级吉田嘅招牌 pose、迪迦复合形态嘅周年纪念，同埋呢个光迪迦嘅。咁另外仲有两种咧就系啲飞机嚟嘅，分别系甲虫机同埋 Gustwing 一号。飞机咧我就唔拆啦，就净系拆啲四款俾大家睇先。咁啊逐只逐只同大家睇下出成点。第一只就系呢个死光 pose 嘅吉田 A 级，咁啊转个圈俾大家睇下先。前面啊、側面啊、後面啊，同埋啲咩側邊嘅。咁今次呢個講到明呢係屬於超人 color 嚟嘅。咁咩意思呢？就係佢會淺色啲嘅。因為好多時候啲超和啊皮套呢嘅一啲相呢都係比較淺色嘅。咁所以佢出嘅玩具呢都係會出返啲淺色啲嘅玩具。咁所以呢今次佢呢一個呢就特登出到呢個淺色啲嘅。我係攞返之前推出嘅普通顏色同大家對比就知道呢係淺色好多㗎啦。呢一個呢係接近粉紅色嘅顏色，呢個就係棗紅色顏色嚟嘅。所以佢係差好遠嘅個顏色方面，但不過其實都係改色嘅啫。咁所以如果你有D隻嘅話咧，D隻你就可以考慮下買唔買啦。第二款同樣都係吉田嚟嘅，不過就唔係死光 pose， 係招牌 pose， 咁都係特別版嘅顏色嚟嘅，同啱先一樣都係淺色啲嘅。咁啊，注意圈大家睇下先，前面啊、側面啊、後面啊，同埋啲邊係側邊嘅。咁同樣地啦，呢一款咧之前都已經係出過噶啦，但不過就唔係呢個淺色啲嘅 ver， 係一個深色啲嘅 ver 嚟嘅，所以今次都係舊模重圖嘅啫，就重圖翻一個淺色啲嘅版本俾大家去收藏嘅。第三款就係呢個超人迪迦周年紀念 version 啦，咁佢話就話周年紀念 version， 但我就覺得咧佢係做緊呢個中村浩二版本嘅迪迦複合形態嘅，因為中村浩二著迪迦複合形態嘅時候，一件衫比較大隻啲嘅，而今次佢所動用嘅身體嘅模具咧，就係用翻紅色 power tap 嘅時候嗰個模具做身體，兩隻手咧就用翻啱推出嘅 multi tap 嘅手型嚟做佢個手嘅，咁啊做翻中村浩二著皮套嘅時候迪迦嘅複合形態，咁啊稱之為周年紀念 version。咁啊，转向大家睇下先啦，前面啦、侧面啦、后面啦，同埋啲咩侧边嘅。咁啊，就咁讲啊，冇用嘅。咁啊，攞一隻旧版嘅迪迦复合形态俾大家睇下，佢嘅分别有几大。右手边呢只咧就系当时啊啱推出呢一个发光弹嘅时候出嘅迪迦款式。咁佢又比较瘦啲嘅，我觉得佢做紧呢个拳藤进辅嘅皮套演员嘅嗰个形态嘅。而今次呢个咧就系做呢个中村浩二嘅皮套嗰个特色嘅。咁你可以见到两者嘅分别咧系好大嘅。咁不过咧今次佢呢个大只啲嗰个模具咧系点样嚟嘅呢？就是、用翻佢之前咧就推出过嘅 Power Tap 嗰个身体咧去做今次嗰个模具。咁你可以见到两只咧就直系一样。咁呢个 Power Tap 就有个唔好的地方咧，就佢、是、呢个架底度咧系冚唔实嘅，即系个窿喺度嘅，有条罅喺度嘅，你系冚极咧都系冚唔实佢嘅。咁所以今次咧，佢都系冇改善到呢一样嘢嘅，佢条罅咧仍然系冚唔实嘅，即系仍然系有条罅喺度嘅，即系呢啲位咧系仍然系有条罅喺度嘅。咁啊冇改善到嗰个罅区嘅问题啊，咁啊导致到佢嗰个发光弹咧就唔可以有一个完美嘅展示啦。最后就同大家睇埋呢个光迪迦，咁今次呢个光迪迦咧系用呢个大结局版嘅光迪迦嚟嘅，就唔系用嗰个剧场版嘅光迪迦。如果用剧场版嘅光迪迦咧，我都好想知道佢系点样可以发光，令我成日都发晒光。咁啊，同翻啱先我哋去睇嗰个周年纪念版一样啦，都系用翻中村浩二嗰个身形去做嘅。因为当时大结局迪迦复活成为光迪迦嘅时候咧，系用中村浩二着皮套嘅，就凸显翻咧呢个光迪迦咧系变成光之后咧系比以前嘅迪迦强啲，就大只啲嘅。咁所以佢今次咧。就用翻中村浩二嘅皮套嗰个形态咧，去做翻光迪迦嘅样式。咁啊，就转个圈俾大家睇下啦，前面啦、侧面啦、后面啦，同埋啲别侧边嘅。咁啊，同样地啦，你就可以见到啱先讲嘅问题就系啲罅啦，系收唔到嘅，即系点冚咧都系有条罅喺度嘅。呢一只更加明显啊。咁另外就系其实光迪迦咧，即系大结局版嘅光迪迦就冇做过呢个 pose 嘅，我印象中都系企喺度一碌木咁嘅啫，即系咁样嘅光系就得。嗰一下出嚟嗰下啫嘛，咁出嚟嗰下佢双手垂低噶嘛，咁佢系冇做过呢个 pose， 咁所以佢用呢个 pose 去做咧，我就觉得有少少还原唔到剧中嗰个感觉啊。最后就同大家睇埋两款飞机，分别系呢个甲虫机同埋呢个 Gustwing 一号啊。咁你可以见到咧，甲虫机同埋呢个 Gustwing 一号咧都系冇上任何嘅色嘅。但不过点解你都硬食呢？因为你唔硬食嘅话，你就冇灯，冇灯咧你又发唔到光，咁发唔到光你买发光弹嚟冇意思。所以点咧你都硬食呢两只冇色嘅飞机噶啦，就因为呢啲冇色嘅飞机。对我嚟讲咧就冇乜用途，咁所以我都系唔拆，亦都唔会砌噶啦。咁啊摆埋一边就算。咁啊啱先讲开灯呢样嘢，就即刻同大家试埋亮灯仪式，究竟发咗光之后佢哋系咩效果呢？
我而家我熄咗眼灯，去俾大家睇下咧佢个发光效果。咁可以见到个能量灯咧系红色嘅。咁大家唔好觉得惊讶，因为其实上次出嗰个 A 级嘅死光 pose 都系红色嘅。不过今次我就觉得有改善，因为我而家都入新灯落去嘅，啲眼灯系新嘅。咁你可以见到今次呢个红色咧，比呢一个红色就亮丽好多，系红佢好多，呢个透咗少少黄光出嚟。咁所以我觉得咧，今次嘅红色就有进步过呢一只嘅。咁啊睇埋其他啦，呢一款招牌 pose 咧就用翻蓝灯嘅，就唔系用红灯嘅。咁大家都可以换翻只手嘅，佢呢个身体冇一样嘅啫。你只要将呢个招牌 pose 嘅手换翻落去啱先嗰个死光 pose 嗰个身体度咧，咁就可以做到蓝红灯嘅变化。咁啊同样地，我睇翻旧嗰只发光程度，都好似系今次啲款靓啲喎，因为我都系入新灯落去。呢一个咧个蓝咧镜头睇咧就有少少黄黄地，但呢个真系好蓝。但我肉眼睇咧，呢个蓝同呢个蓝差唔多，所以今次又冇乜分别嘅。呢两只就冇啱先嗰只咁大分别。咁我睇下迪迦先，迪迦发咗光就系咁样嘅样嘅。咁你见到能量灯咧都好透，见到少少黄色光，唔系完全嘅蓝色光嚟嘅。咁另外咧，摆埋只拳腾骏富嘅比较咧，就知道直情系差天共地。因为我觉得拳腾骏富即系嗰个出得好差，见到成个身系侧咗落去啊。之后啲灯咧又好似橙橙地，好深色咁样，呢个又好似好透光咁，所以我觉得拳腾骏富嗰个版本出得好差，即系第一代嘅发光弹。咁我睇埋只红迪迦 Power Tap 嘅效果去比较下啦。红迪迦真系出得几好嘅，如果唔系个卡底位咁大条罅嘅话，即系发得好靓，因为我全部新灯嚟噶，即系全部用晒啱先买啲新灯套落去啊。能量灯嘅透光都冇呢一只咁透添啊，呢只变咗少少橙橙地色啊，呢一只就冇。红迪迦真系出得几靓，呢一只有少少退步翻，所以咁就拳腾骏富同埋中村浩二嘅版本咧都可以集齐晒啦，而家呢一个就系光迪迦发光嘅版本，好怪啊！唔知点解我觉得佢发咗光之后，成只嘢都好似橙橙地、金金地咁，冇咗啱先嗰啲一发光有一个哇一声嘅感觉。呢一个有少少怪怪地，但系都发得靓嘅。咁我话攞埋只拳腾骏富版俾大家对比下啦，又咁就系咁样嘅。攞埋只红迪迦出嚟睇，就系咁样啦个比较。今日嘅五星级评分制系。二星级嘅玩具，因为今次呢一款都系个重涂装版本嘅玩具啦，所以咧如果俾一个咁贵嘅价钱去买重涂装翻嚟咧，我就觉得唔系好值嘅。再加上系有两款战机完全模式，咁所以我就觉得有啲马虎嘅。咁啊，先讲两只吉田先啦。其实两只吉田咧，佢所用嗰个卡纳模式咧，系有好多玩具都有出过嘅，例如 Express， 但系嗰啲咧系会用限定嘅方式去出，而今次佢冇用限定嘅方式去出咧，其实系几好唔错嘅。但不过以一个普通嘅玩家嚟讲咧，又唔系咁爱吉田嘅话咧，去嘥钱买啲两只同以前出过嘅款式一样嚟讲咧，我又觉得系有少少浪费。咁另外嗰迪迦咧，虽然佢用咗中村浩二嘅身形去做，而且咧亦都系出咗光迪迦，但不过咧佢系冇修改到佢嗰个架底位原有嘅问题，即系嗰条罅隙佢又冇改善到，所以咧明知有问题又唔去改善咧，就唔可以俾得咁高分嘅。所以今次呢个蛋咧，如果你唔系想储齐一啲皮套演员嘅身形啊，同埋一啲唔同色嘅超人嘅玩具嘅话咧，我就唔建议。你去購入啦，最多你都係散買翻只光迪迦就可以啦。咁呢條片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，仲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咁唔係我鐘仔，咁我哋下次搞啲咩，你就可以即刻知道。呢條片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